全国停教的疫情的传销也已经超过4000例哦。台北市到7日为止也已经有10例本土病例。台北市政府是继续加强防疫，早起环保局人员过去有确诊病人的行政区协助学校，针对四口以外的环境来进行消毒。清洁队人员全副武装来到中山区的吉林国小喷药啊，即区出现两例停教的本土确诊病例，北市府加强防疫，包括人行道边的狗啊、花丛、个路面上有青蹄的所在，拢袂当放过。虽然化学防治药效会当维持2到3礼拜，不过环保局提醒民众嘛是要落实循道清路，而且定倒积水阁无够。这个务必要把这个容器的内壁部分哈刷除这个相关的这个蚊虫的虫卵哈，来达到这个真正登革热防治的有效的一个效果。中央地方政府登记宣导有效防治停教日，就是减少蚊仔的滋生、清毒、积水、氧气。但民众介意饲鱼啊、饲草啊，把水瓮啊放里顶啊卡，敢会造成防疫的浪旁咧？你唔惊迄个登革热有滋生病媒蚊啊？众人有蚊啊能啊。蚊子小鱼我会把它吃光光。民众的讲法，着着清洁队的证实，通常因巡查看水面是毋是有水鼠在弄，通常饲鱼的所在较少看到，但若讲发现，嘛是进一步处理。我们会基本上先跟店家或者这个主人提示一下，如果他还不处理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可能会给他倒一点药物下去。甲南部疫情比起来，北市到六科累积38例停教日确诊病例，其中10例是本土的病例。分布5个行政区，阁无算严峻，但全市已经完成1614个里厝会室外环境喷药啊，清除4220个积水的容器，设法来控制疫情。记者林俊正进行台北报道。